果然舒服多了，亮度调最亮。中文版就是好，水龙，深雨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，人就忽然消失了，毫无线索，无法知晓失踪者的行踪。哎，他是不是？哎，权威，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碰到在后面有一个深山一个短发的女孩子，然后把自己的头割掉，自己的头割掉，然后头都歪下来了，然后流着血，然后追你，有没有？我还没玩到。哦，我听他们说有好多删减。有什么？看看啊。其实简单来说，其实就是个看腿游戏啊。其实看似是自己在割自己的头，其实是鬼扶着他的手在割他的头。那我很好奇的就是，人在瞬间死了之后，在一秒钟之内，他居然能瞬间变成鬼。下面全是鬼的尸体啊！好像鬼不应该用尸体这两个字来形容。这里游戏里面的所有的妹子都很性感，然后都很漂亮。其实你要说恐怖的话，其实不恐怖，其实一点都不恐怖。出口在哪呢？环顾四周，啊，那边出口啊，其实很简单。啊，他突然跳过来一下，其实我并不害怕。必须找到出口。我怎么感觉我加速了？啊？走廊深处透出亮光啊？不对呀、啊！我速度慢快、啊？哎，你妈！我为啥加？你看，我操，好鬼畜啊！这他妈搞笑游戏吗？为啥我加速了？哦，我帧数太高了，玩这个游戏要锁帧。我反而还有点带不动。啊，现在正常了，现在速度正常了。刚才速度有点鬼畜，说实话啊，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啊，他的脸蛋更加的精致啊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啊，好恐怖，人家好怕怕。好想要人陪陪我。哇，这鬼怎么这么恐怖？哇，脸都青了。啊，为什么颜色都变了？好恐怖。跑一下吧。啊，讨厌，为什么追人家？这个在这个水里面突然有一个棺材啊，这棺材干嘛呢？虽然我浑身都湿透了，但我很想知道这个浑身湿透了这个。等一下，我
哎呦我的妈，前面好像也是湿的，哎我操，哎，呵呵，啊，你这不让我看他有这个游戏他妈自动转身，我操。嗯，妹妹真可爱。哦，这个好像是个水鬼，棺材里面，好像是一个，我记得剧情好像是一个被渣男渣死的一个女的。啊，全头发，这些头发卖给洗剪吹能卖个他妈几百万吧，这么长。点个烟啊。就这。这这要是出现在我家的话，它是飞着过来，它是爬着出去，啊，腿都打抖，真的。啊，这个前面两个字不认识，我就不念了啊。深雨失踪了，他的求救声被阻隔在山顶神社之中，没人能听到。本故事发生在一座山上啊，我不念了，你们自己看。那个，这样啊。